乐乐姐姐玩玩具。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向日葵。我是可乐。我是西西。我们是可乐家族。我们玩一起惊喜猜拆乐。哇，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拆了这么多娃娃了，一会儿再加入新的娃娃呢，我们就有12只惊喜娃娃了。让他们来一场大型的惊喜娃娃换装秀怎么样？嗯，我同意，这个主意好。那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新娃娃吧，开始拆蛋啦。可乐的惊喜娃娃队伍又要添新成员了，会是谁呢？好看的小裙子套装，向日葵还有一点小激动，我要拆开它咯。12个成员全部到齐了。首先我派出我的小如娃娃来参加换装秀，那我就选出我的依依娃娃吧。向日葵要派出曼露娃娃，当然当然，我的小如娃娃就换上向日葵姐姐的曼露娃娃的衣服吧。我的依依娃娃就换上 CC 姐姐的小如娃娃的衣服吧。我的曼露娃娃就换上可乐姐姐依依娃娃的衣服吧。之后好像还没有原来的娃娃漂亮呢。嗯，出了什么问题呢？那我们再来一次吧，看看会有什么惊喜。好的，第二回合开始。可乐派出的是默默娃娃，西西就选莹莹娃娃登场，那向日葵就让芊芊来吧。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可乐家族为大家带来的惊喜娃娃的拆弹玩具吗？大家觉得哪一个娃娃最漂亮呢？把它的名字留言告诉我们吧。以后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娃娃的有趣玩具故事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想要看更多的玩具视频，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FMT 八可乐姐姐。最后别忘了点赞还有订阅哦。我们是可乐家族，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可乐姐姐玩玩具。